烦人的青豌豆，木脑壳消防车，不听人话的啰嗦鬼，爱管闲事的救护车。小娟，你别笑了。啊，知道了，抱歉。不过我们也不能放任坎普继续这样下去吧。那也没办法，不管怎样，他也是小镇的客人。没错，我们只能祈祷他回去之前不要出事。但是万一他要是惹出什么事来该怎么办？哎，没办法，今天夜间巡逻时我们得格外留心了。一个人也没有。好，那我就准备开始露营喽。星星、月亮、清风，多么浪漫！你们见过吗？布鲁姆斯丛林的夜空，星星、月亮，还有我，在这个青草芬芳的浪漫天堂。嗯。这是什么气味啊？妈呀！啊！疼疼疼疼疼疼！天哪！我到底都做了些什么？紧急通知！紧急通知！露营场发生山火，啊，请全体队员立即出动。是，小娟。行动，哇，这是难得的独家新闻。啊，坎普，不要出来，稍等，我就拍几张。快进去，坎普。一会儿就好，一会儿就好。小心。坎普，快点进去！亨利，没事吧？不用管我，大家还是赶快灭火吧。好，其余的我们来处理，大家走吧。嗯。哎，尤克里里都烧坏了。但是你没事，真是太好了，真是太好了，谢谢大家。还有，对不起，要是当初我听从你们的劝告，这些树就不会被烧掉，普利也就不会受伤了。我没事，不过这些树只怕要等好长一段时间才能恢复原样了。我真是犯了一个大错。坎普，今后无论去哪里旅行，都要爱护一草一木，也要诚恳地对待当地的人们，这样你才能交上更多的朋友，从而在旅行中得到更多的乐趣。没错，这样的话，坎普一定能够成为一名更棒的旅行家。我记住了，谢谢你们给我上了这么宝贵的一课。老
现在也没联系我，他们该着急坏了吧？这些唠叨鬼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是郭思琪，快帮我！郭思琪，郭思琪，海丽！哦，怎么回事？送完邮件回去的路上，突然发现小乔不见了。现在过河太危险了，去附近山中小屋躲避一下，等暴风刮过后再来吧。郭思琪，怎么回事？我再也走不动了。不行，我们得赶紧进去，这样下去会被大风卷走的。可是我的身体不听使唤，快没电了。郭思琪，打起精神来！哎，不行，我得马上去找个应急充电器来。你等着我，郭思琪，我去去就来。拜托，赶紧回个信儿啊！小军，还是没有海莉的消息吗？没有 ，Polly， 还是没有联系上她。风势变得越来越强了，小军，看来我得出去找一下海莉。自己去太危险，我跟你去。朋友们，我理解你们的心情，但是他把无线电关掉了，你们知道他在哪里，就说去找他。我认为再等等吧。是海莉，在布鲁姆斯森林里。海莉，你在那干什么？出大事了，小军！出什么事了？沃斯提现在一点电量也没了，被困在山中小屋了。我正在寻找有应急充电器的避难所，但是风力太大，实在无法找。海莉，信号中断了。海莉和波斯提的处境都很危险，现在马上去救援。是，小军。小娟，找到海莉所处的位置了吗？虽然信号不明显，但肯定是海莉。我把位置传送给你。好的。好，离这里不远。小娟，大家回答我，再怎么喊都没用。海莉。Polly。海莉，你稍等，我马上下去。太好了，得救了，波利来了。你没事吧？除了不能起飞之外。放心吧，我会把你带出去的。但是两个人能一起上去吗？当然能，相信我。我们得赶快上去，水马上就要涨上来了。抓紧我。好的。上去了。能行吗？Polly，没事的。别担心，重新试一次。快上去了。Polly，海莉，你还好吧？别担心我。你也还好吧？我没事，再用点力气，再试一次。加，哎，Polly，再加把劲儿。你们都没事吧？罗伊，得救了。
斯库比，今天晚上我就要弄个明白。没什么异常嘛。出来了。跑得这么起劲儿！哦，斯库比，危险！这玩笑开得有点过分了。这次是荆棘路，这么看来和斯库比白天描述的梦境是一样的嘛？在梦里，我经常会惊险地走过猫头鹰森林的铁桥。还穿过一条充满荆棘的小路，不知不觉的就走向一片沼泽地。哇，接下来就是沼泽地了，斯库比！停车！斯库比，快停下！不能这样下去了，停车！斯库比！天哪，他正在睡觉。抓紧时间，嘿，热身，我们必须在斯库比醒来之前完成救助。安巴，你给我们喊一二三，我们同时发力。知道了。海莉，帮我们照亮事故现场。知道了。大家准备好了吗？好，喊到三，一起拉，一。沼泽了，我们正在救你呢。这怎么可能？我刚才明明是在做梦呢。斯库比，我们一定会保证你的安全的，你要相信我们，再坚持一会儿。知道了。罗伊，我们重新使劲往外拽。好。什么？梦游症？梦游症是什么呀？梦游症就是睡眠中爬起来行动的一种病，它一般发生在压力过大或者睡眠不深的人身上。难以置信，我还以为是做梦，原来都是亲身经历的事实。难怪你身上会有那么多不明原因的伤痕。原来他们所说的斯库比每晚出来玩耍的传闻也是因为梦游症哦。这一切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这一周以前吧。那天早上因为闹钟坏了没响，所以我睡过头了。我要迟到了，我担心孩子们上学迟到，心里特别着急，所以我拼命地往停车站点赶。那次事故以后，我就开始担心这个担心那个。那天要不是闹钟坏了，我就不会迟到，要是没迟到就不会发生交通事故。好像就从那时候开始做噩梦的。现在我该怎么办？每天晚上出去瞎跑的话。别担心，斯库比，梦游症是可以治疗的。真的？当然啦。你在哪儿？
玩的东西。哦，上去了，上去了！哇，好好玩！怎么回事，布鲁诺？又没接触，今天有点奇怪呀。不好意思，我重新投一下。不过布鲁尼不在这里真好。布鲁尼不会出事吧？哥哥，你在哪儿？不能这样下去了。朋友们，我得回家一趟。你们几个继续玩球吧。布鲁诺，怎么突然说要回家了？这会儿功夫他不会出什么事儿吧？真不该把他自己扔在那里的。哥哥，担心的我都幻听了。哥哥，哥哥，布鲁尼，到底放哪儿去了？要是他知道球不见了，还不得跟我闹翻天？你好，这里是救援中心。小娟，出大事了。出什么事了，布鲁诺？紧急出动，紧急出动，布鲁尼被困在布鲁姆斯别墅的电梯里面了，请全体队员马上出动。是，小娟。受个好歹可怎么办啊？别担心，肯定会平安出来的。布鲁尼，我们进去接你，别担心，稍等一会儿。快点，我好怕。安巴，你去把电梯设置成应急系统。好的。海莉，你去准备安全绳索，确保能爬上屋顶。好的。好了，波利，不过好像有东西把电梯卡住了，信号显示异常。是吗？我上去确认一下。波利，准备完毕。走吧，朵伊。好。海莉，在这儿。我们开始吧，罗伊。布鲁尼，哈利哥哥，没受伤吧？没。刚才肯定很害怕吧？不过你表现得很棒，我马上就带你出去。原来是因为这个呀，我们得马上上去。罗伊，现在可以拽上去了。好。布鲁尼，哥哥在下面看着你，你不用害怕。Polly！怎么了，Polly？我们没事。很好，用力抓紧，我重新往上拉。布鲁尼，吓了一跳吧？现在我们可以上去了。好。刚才要是我带他一起玩的话，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。不用担心，布鲁尼不会有事的。哥哥，布鲁尼，哥哥，吓死我了。
两天你不许再画画了。刚才那样批评波克有点过分，那就先把话剧还给他，好好劝劝他吧。嗯，李佳出走了吗？哎呀，天哪！波克！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白天我为画画的事情狠狠地批评了波克一顿，结果他留下这个离家出走了。我真不应该那样批评他，这大晚上的，万一出个什么事儿可怎么办呢？别担心，不会有事的。霍利，看这里，染料洒在这里了。啊，这里也有。我们沿着这些痕迹，说不定就可以找到波克了。嗯，我们一定会找到波克的，您别担心，在这等着我们。那好。这里，走吧。好，在这边。波克。到这里，染料印记就没了。嘘，我听到有什么动静。这边，波克，你在里边吗？啊，波克，赶紧行动！没什么事，真是万幸，波克。你突然不见了。知道大家有多担心你吗，波克？是啊，现在我们回家吧。你是担心回家后不能画画了吗？波克，彼得先生不是不喜欢你画画，而是担心你到处画画会给镇上其他朋友带来麻烦。没错，而且他现在也很后悔没收了你的画笔。是真的，就是说你现在完全可以不用担心不能画画了。没错。哇，太漂亮了，波克！能想到要把工地的墙装饰得这么漂亮，彼得先生也真了不起啊。哪里，我只是现在才体会到波克喜欢画画的心情而已。真对不起，波克。也非常谢谢你为大家画出如此漂亮的壁画。我现在又突然有了想画画的念头。波克，借我画笔。哎呀，借我一下嘛！借我一下，好，借我一下。波克。到最后一个朋友都没交到。帮帮我！是可怕的压路机！
别走啊，快帮帮我。不行，我觉得你好吓人。我吓人吗？你刚才跟朋友发那么大的脾气，还说饶不了他们。啊，你是看到我们玩鬼抓人了吧？我可是装鬼大王哦。嘿嘿。坏蛋男一号。对了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麦克斯，你呢？我叫瑞菩提。那你是怎么弄成这样子的？这个说来话长，我本来是要去港口办事的，路上发现有块样子很有趣的石头，于是就突然想起来白天跟朋友们玩的情景，就想试试自己能不能过去，结果就成这样了。你真是个好玩的家伙。是吗？总之能认识你很高兴，瑞菩提，请你帮帮我吧。哦，好的，稍等，我马上就把你拽出来。怎么一动也不动的？瑞菩提，麻烦你帮我叫一下救援队好吗？对了，救援队，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？我这就去打电话，别担心，在这里等着，我马上就回来。报警电话，报警电话，我得找个报警电话，报警电话，啊，找到了，剑齿蛛王麦克斯。欢迎派对的消息都通知完了。哦，那是什么？哎，瑞普提？哎呀！没事吧，哈利？出大事了，麦克斯他……好了，小娟啊，你们都回来了，准备的顺利吗？当然了，刚才我把欢迎的条幅都已经做好了。啊，海莉怎么还没回来呢？啊，海莉，快呀，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。各位，出大事了！出大事了！麦克斯出事故了。他被卡在云坡的岩石缝里了，现在需要帮忙。知道了，我们现在马上出发。没受伤吧？我没事，就是喘不上气。再坚持一会儿，马上就把你救出来。瑞菩提，你最好退到安全的地方。罗伊，你和我一起把上面的岩石抬起来。海莉和安巴，你们把底下的岩石拖走。知道了。怎么样？都准备好了吗？好，开始。一、二，你们俩用力了。各位坚持住啊！别担心，海莉，再用力拉一下。好的，加油。二，快出来吧。哇，太棒了！啊，有鬼啊！
好像很好吃的样子。过来吧，克里尼。啊，不要！快快让我吃掉吧！不要！快快让我吃掉吧！不要！别想跑！救命啊！啊啊！救命啊！啊啊！克里尼！啊！救命啊！怎么办？不要，波斯提！不要，波斯提！天哪！我得赶紧打电话给救援队。哎，完成了。还是不够吓人呐！到底是哪儿不对呢？你好，这里是救援中心。嘿，克里尼，情况怎么样了？刚才巡查的路上见过他，好像还没有止住呢。是吗？紧急情况！紧急情况！出什么事了，小娟？克利尼、斯普奇还有凯普掉进友谊树附近的坑里了，请全体队员马上出动。是，小娟。情况十分危急，赶快行动！我负责克里尼，罗伊负责凯普，海莉和安巴，你们去救斯普奇。好的。坚持一下，克里尼。斯普奇，再忍耐一会儿，马上带你出去。快点儿。海莉，好像被什么勾住了，你检查一下你那边好吗？是这个吗？这是什么？一堆苍蝇！去！哇！真见鬼！安巴，快点儿！对不起，斯普奇。快出来吧，再待下去就跟苍蝇成朋友了。知道了。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进行这样的救援。奇怪，这个坑怎么变得这么脏乱？上一场暴雨将农家的垃圾都冲到这儿来了。好了，海莉。谢谢。也谢谢你们。不客气。对不起，克里尼。没想到事情会搞成这样。没事，本来你们也是好意帮我的。克里尼，你好像不打嗝了。哇，真的啊！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克里尼。看来斯普奇的主意还是有效果的。谢谢你，斯普奇。不用客气。我觉得那个垃圾坑也有一份功劳啊，真是太可怕了。我打嗝了。这怎么办啊？有什么好担心的？刚才海莉不是还说这个垃圾坑能发挥作用吗？什么？不行，我宁可选择小娟的机器，我还是选择小娟吧。你去哪里？帮帮我，小娟！原来你们在这里啊？怎么了？我们打算去看虫宝宝，要不要一起去呢？想去是想去，但是如果都去了，总部就没人值班了。 Polly 如果愿意留下来值班的话，
好的，小娟，我就为了你牺牲一下好了，虽然我也很想去看看的。真的吗？谢谢你，泡莉。哦哦，百乐阿姨，出什么事了吗？小娟，大事不好了，虫宝宝都不见了。虫宝宝都不见了，要是不快点找到他们，他们会死掉的。现在能过来帮我们一起找找吗？我知道了，请稍微等一下，大家都听到了吧？现在请立刻出发去码头。是，小娟。伙伴们等一下。什么事，波利？我要向你们坦白，我不能碰虫子，准确地说，我害怕虫子。果然被我猜对了。就算我去了，恐怕也帮不上什么忙，真的对不起大家了。瞧你说的，波利，怎么会帮不上忙呢？我们当中属你最会安排救援计划了。是啊，找虫子的事情就交给我们了，你只要吩咐我们怎么开展行动就好。可是那好吧，就按你们说的，我一定会尽力的。跑掉的虫宝宝一共是七条，对吗？现在肯定没跑远，还在码头呢。幸好还没有跑远，但问题是虫子太小了，我们的码头却有这么大。哦，海莉，用探测器可以查到虫宝宝的位置吗？没问题的。那这样好了，海莉负责找到虫宝宝的位置，其他的人负责用引导灯引出虫宝宝。你是想用虫宝宝驱光的原理啊？没错，虫宝宝被引出来以后就可以抓住他们了。这个主意不错。好的，那我来确定他们的位置。仓库附近有两只，码头那边也有两只，吊车三兄弟附近有一只，特里的车厢里还有一只。什么？问讯处附近有一只，一共七只，全都找到了。干得好，海莉。大家用这个灯引出虫宝宝，然后用镊子小心地抓吧。坎普和百乐阿姨也来帮帮忙吧。好的，大家分头行动吧。宝宝们，应该行得通吧。任务完成。哇，百乐阿姨好厉害哦。快点啊！好了，吓死我了！快点出来吧，求你了！不知道大家顺不顺利？彭丽，都找到了吗？没有，还差一只没有抓到，信号显示就在这附近的。找到了。托利，你头上有一只虫宝宝。什么？在我头上吗？托利，我来帮你抓，你先别动。等一下，罗伊，让我试试吧。你好，对不起。成功，成功了。你真棒啊，波利。